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我的世界啊！我们现在玩的叫《天空之城》，空岛生存，我说反了啊！好吧，咱们看一下啊，咱们这儿呢又加了几个神器啊，有这个一套更好的，我现在买这个，我买不起那个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一把剑啊，这把剑好像叫什么剑灵树根，然后这把剑是新出来的神器啊，比我这把剑还好呢。那咱们看一下啊，咱们先得弄点钻石块。哇，这么多啊。我买一套衣服啊，我的衣服全烂了。我现在有个什么裤子，好像需要一个帽子，需要一个胸甲，然后再来个这个。哎呦，我都买得起啊，可以啊。啊，这样，然后呢，这还剩不少钱呢啊。咱们把装备穿上啊，这个装备啊，上回他们非得去挑战那个第四个空岛是吧，叫什么大地空岛啊，到那挑战豹子我死那儿了。太惨了。好吧，咱们看一下啊，我现在还得买点东西。买什么呢？我得买那个附魔书。附魔书商人在哪儿呢？墓地商人，下界之星兑换商人，附魔书商人搁这儿呢。我需要一个什么呢？需要一个效率，我买一本。然后呢，这是什么呀？效率海之眷顾。我再来个时运呗，买吧，无限。这都啥呀？经验修补，经验修补我得来一个，是吧？搞着没有经验修补咋整啊？这本是什么呀？时运就是它。OK， 这没花几个钱啊，可以啊。上回啊，装备没了，这给我心疼的。好，这个有免费的那个铁针是吧？咱们加一下啊。OK， 加一个这个。差不多了吧，差个耐久啊，这稿子怎么还缺个耐久呢？好，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吧。回到我自己的房间，咱们把那个武器啊、防具啊都收一收，钻石搁这儿，钻石。然后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？下一步咱们看一下啊，那个新的神器啊，神器，这叫天际二级神器商人。这个啊，我看一下，我去，好贵啊！这把剑呢是打那个大地之岛的那个 boss 掉的。这把剑加上64个下界之星，换一把剑灵树根，这就上面的挂那个是吧？两把剑灵树根能换这把剑，这把剑攻击力131，抢夺99，锋利99，火焰附加188，是吧？带经验修补的。然后这有个小翅膀，哦，那就是这样合出来一把，得合成两把才能换一个这个。刚才咱们看到下界之星商人是吧？我们看一下下界之星商人是怎么换的啊？啊，这个脑瓜是吧？凋零头颅加上那个远古残骸八个能换一个这个，然后这一个也能换成四个，这个是吧？哦。下界合金锭是吧，能换四个。哦，是这么个兑换。然后呢，这边还有啊，神装商人啊，天阶二级神装商人，这也是一样呗。这个叫什么叫剑灵树根，这个东西凑成两个能换一个帽子。防御力是20的，荆棘20，这个挺狠这个。OK， 咱们看一下咱们刚才穿的黄金甲是多少啊，这都是呗，带经验修补的。OK， 防御率20，保护200是吧？20，这是保护才4哎，哇，差挺多呀！哎呀，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？那咱们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头颅什么之类的啊？有点像这个，哎呀，这个怎么这么多呀？啊，头颅，哇，这个好多呀！好像这把剑呢，这个结灵剑呢，它打架的时候就会召唤出来凋零骷髅，然后打死凋零骷髅呢，它会掉这个和这个脑瓜，我也不知道为啥掉，反正掉。好吧，那我看一下啊，合金，那我尝试着换点下界之星啊，我看看啊，下界之星这样呗，能换几个呀？能换30个啊，哎呀，换不上。那我换去看看啊。没了吗？还是换不了啊？没有了。哦，这个是8个是吧？现在这是6个。OK， 这个我还能换成这个。好，没有了是吧？
21个，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咱们可以买一下啊？还有个镐子是不是啊？哇，这个镐子和这把剑的这个兑换的是一样的，我的个妈，好贵呀、啊！那我去看看，我打打架，我看看能不能刷出来点这个啊？然后咱们换点这个，先换个那个镐子吧，那个镐子瞅着挺好的，这个呗。叫雷击之镐是吧？雷击之镐，时运99，时运99，我去用这个，要是那个有兑换那个什么的掉路兑换那个钻石矿石的，我去那能挖老多了，那就不愁什么钻石了，是不是？拿这些钻石呢，咱们再消费一下啊，买点那个吃的，这个呗，快餐商人，我要这个。牛肉汉堡买一点 OK， 买20个，反正有的是钱是吧，然后买点这个红的啊，这个红的是疾跑，然后加上回血，这个挺有用的，能保命是吧。然后这个第一个空岛呢，现在出来一个幻魔师，那个幻魔师呢可以掉那个不死图腾，那可以保命一下啊，死亡掉落咱们这个坑，所以呢咱们去啊，看看能不能混一下啊。OK， 我可别死那儿，那我现在不饿呀，吃不了这个饮料啥的。OK， 这儿啊，第一个是吧？这个地方吧。哎呦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掉一地呀、啊！不死图腾给我来一个呗。哎我去我去我去什么玩意儿？哎呦我的妈！我要一个不死图腾啊，大哥。钻石剑，有完没完？老打我干啥？我吃口饭，呵，去你的吧！我捡个不死图腾，我要。哎呦我的妈，这掉路 干这么多，给我个不死图腾呗。哎，我的妈！给我个不死图腾，我去啊！有一个了，有一个了。不死图腾，我弄几个啊！哎呦我的妈，这全掉炉啊，这都能换钱呢、啊。这个坑呢，其实比较轻松啊，就是唯一一点不好就是容易死，因为你到这儿啊，点这个按钮呢，你可以得到那个铁。哎呦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！去你的！一剑一个，你干啥？有不死图腾就好办了是吧，咱们打怪的话怎么能保险点。我看看啊，我扔啥呀，这个给你啊。 OK， 你干啥？我给这么多吗？土豆我留着，我想给它烤了吃。那骨头也扔了，行吧，走吧。 OK， 走好，然后呢咱们把东西卸一下啊，土豆给烤了，我没有饭吃，要不然这样呗。行，还有胡萝卜呢，胡萝卜放哪儿？放植物这儿。然后这些呢都能卖钱啊，剑先扔这儿吧，然后骨头拿着，咱们能卖点钱，这样呗。然后还有这个腐肉也能卖钱啊，腐肉。好，还有啥？骨头可以，先把它卖了吧，看看能卖多少钱啊。那我得攒钱整那个镐子。OK， 这样呗。在哪儿呢？我得找一下啊，搁这儿呢。啊，换的是黄金呢、啊、也行。黄金大概是两个，也能换那个什么啊，也能换钻石矿石。这样呗。哦，差不多了。钻石其实我现在挺多。这样，然后呢咱们再用那个黄金，我看看啊，还能换什么？哦，这个还能换钻石矿石啊！啊，它是这么换的。还有这个是吧？这个也可以换成哇，那我这来回倒就行了，我感觉。这样呗，然后呢，我要是能弄到那个是吧？我看看啊，我现在怎么个换法？我看看啊，是这两个是吧？一个金矿，一个是钻石矿。就能换这个。OK， 我换一下看看，没了啊。这个再换成这个。
哇，好像攒挺费劲的。可以了吧？可以了。然后呢，继续换。咱们得凑成一组是吧？凑成一组呗、啊，一定要换那个稿子。那个稿子是发财的好办法。这个呗，五个。我得攒一组呢。我这还有点这个，这个也能换是吧？我看一下啊。什么东西换那个下界合金锭啊？除了这个以外啊，咱们看一下啊，我都忘了。哦，这个剑也能换这个，还有啥没？没了。要不然就是用那个什么换是吧？要不然就是这个用这个换。先换成这个，然后呢再换成这个。能换吗？能换一个，再换四个，我去，太费劲了。那咱们看一下啊，那咱们先把这个安上是吧，保命一下。那这么看的话，咱们还得去这个剑是吧，这个剑是第二个空岛，叫什么暴岩岛啊，是什么 ?OK, 暴岩岛，皮革干这么多。谁过去以后可能都有用啊，然后呗，还有这个眼珠啊，不是这个木影珍珠碳，咱们续上啊，这炉子还有用呢，一定要搞到那个是吧，走，咱们去第二个岛啊，咱们先吃一个那什么呗，先吃一个这个，不饿呀、啊、咱们去看一下啊，咱们这样下班搬回都点点红心啊，感谢你们啊，那咱们去第二个岛打那个应该是一件一个吧 ,OK, 然后咱们去换去啊，换那个两把剑是，哎呀挺麻烦的、啊、两把剑是一个下界合金锭，那我还不如掏点钻石去了，我怎么感觉 ,OK, 咱们去看看啊，还有一个办法是挑战第三个岛，那个第三个岛的 BOSS 岛，那 boss 岛里边可以白拿下界合金锭，不过你容易死那儿。去你的吧！打他啊，打后边那个，然后掉这个剑，看到没？两把剑，这就是一个，怎么这么费劲感觉？去！打他都掉两把剑呢！哎呦我去！去！我捡不了几把呀！哎，我的妈！这挺费劲的。哎，我的妈呀！这破剑！哎呀呀，我还扔了，这太费劲了。这上面有啥呀？20个钻石。顶上可以刷20个钻石，这上边我好像没怎么去过都。咱这样啊，来个回血，然后这个汉堡呢是可以加那个锋利什么的啊，剑一个是吧？主要这不好拿呀，这剑呢、啊？哎呦我的妈，这好了，那咱回去看，这是经验瓶，经验瓶也挺好的。这样呗是吧？OK, 这样你干啥 ?OK, 咱们回去啊，咱们看看这剑能卖钱吗到底啊。你有一点点不合适，我感觉费劲啊。剑是这儿是吧，谁干啥呢，他打凋零。OK, 我看一下啊，那咱们这个，哎呀我这个没有地方。这样啊、然后我还得扔点东西，这个剑扔了，然后这个附魔瓶咱先放在这儿啊，好，然后把这剑卖了看看，怎么感觉这么折腾人呢？这个呗，卖了几个，费了个鸟劲，是不是啊？有点费劲啊。哎呦我的妈，他还吃金苹果，你把他干死不行吗？太高了。
凋零了。你非得搁这儿招干什么玩意儿？你真是！哎呦我的妈！